房子之旅走世界，老胡带你玩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现在来到了 Kitchener， 刚好碰到了流动的儿童乐园，和大家分享一下。这流动的儿童乐园啊，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，星期五来到这里，星期天离开这里，然后到下一个城市去。这些游乐设备都是他们自己随着房车带来的。像一个草莓，这个相似于啊流动的马戏团。还要卖吃的东西。流动乐园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